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 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一，我是 Mike。 首先我们照例还是先来看一下上周五的市场情况。澳洲股市呢，在上周五依然有 0.8% 的上涨，那使得上周五呢，澳洲股市收盘达到了6795点的高度，距离历史最高纪录6800多点呢，仅仅相差不到1%。那么中国方面呢，上海和深圳在上周五有所下跌，上证指数跌0.4%，深圳方面则下跌1.1%。在欧美方面，整体是以上涨为主，英法德平均涨幅在0.1%至0.7%左右。美国三大指数在上周五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道琼斯指数首度爬上28000点大关，整体涨幅呢大约都是在0.6%至0.7%之间。黄金价格由于美股的上涨，目前下滑至1465美元附近，也不面临着过去三个月的低点附近。石油价格呢则稳定在57.40美元。比特币价格没有太大变化，目前一枚比特币报价是8600美元。那么在今天热门话题中，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就是上周五澳洲的这个海外投资委员会呢通过了中国蒙牛集团对于贝拉美的收购。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年中呢，其实澳洲这个曾经呢他所谓的叫海外投资委员会是拒绝了多次中方对于澳洲上市公司包括其他一些资产的收购。那为什么这一次对于这个贝拉美却能够通过呢？那么根据上周五贝拉美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呢，这个澳洲的海外投资委员会是正式发出了最后的这个我们说的批文对于中国蒙牛集团收购贝拉美一案并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或者说不赞成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也是基本扫清了这一次跨国收购的大体方案。虽然说之后呢还有全体的股东投票以及法院的这个批准令，但是呢这一切呢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要说一句的是呢，这个这一次蒙牛收购贝拉美，除了收购价格以外，其他一切都好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根据这次发布的公告显示呢，蒙牛收购贝拉美的价格是13.25澳元每股，这个价格呢也是在其公告回到这个事情要回到九月份，九月多当时发布这个收购公告之前一天收盘价呢才8.5块，也就是呢它的这个溢价率达到惊人的160%，也就是以它价格1.6倍的价格来收购它。那么可能朋友们要说，那可能前一天股价前几天是下跌呢那么就算我们以这个发布公告前三个月的平均价来算的话呢，它的收购的这个叫做溢价率也就是说这个收购提高的价格也达到了三个月平均股价的1.5倍所以说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如果你说它是要收购 A2， 那么我觉得以高溢价率来说的话呢问题不是太大。但是贝拉美目前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目前的主体贝拉美品牌并没有中国的奶粉牌照，依然是在申请的过程中。所以这个呢使得贝拉美的销量包括它的未来在收购方案公布之前是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而且呢这一次的收购价是以贝拉美2019年财政年度4900万元也就是说他一年赚的是4900万，这一次的收购价是15亿澳元，几乎来说是他每一年赚钱要赚30年的钱才能回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30倍的市盈率去收购，这个倍数是相当相当高的应该说蒙牛集团呢就是以这个中国土豪的还价方式收购了这个贝拉美。怎么说呢？就是举个例子，去买菜，这菜多少钱一斤啊？10块一斤，10块钱，15块卖不卖啊？15块不卖，那20呢？20块卖就是以这种方式买的当然了，如果朋友们说你这个不太懂是不是有的时候跨国收购呢，不能全部是看收购价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虑进去
那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说，那就是这就说不清了啊。如果你硬要来说的话，那可能蒙牛搭上了贝拉美这个品牌之后，通过的资本运作等等乱七八糟啊，可以把这15亿澳元差不多呢乘一个75亿人民币给赚回来啊。但是如果纯粹着是以收购的核心价值来说，贝拉美不值这个钱啊。好了，我们再回到话题中，那为什么这次的海外收购委员会、海外的投资委员会没有拒绝这次的收购呢？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三年中啊，包括了李嘉诚的子公司收购澳洲电网失败啊，包括中资企业收购澳洲第四大、第五大电信公司失败，包括收购多个澳洲的矿场和矿业资源也失败。那为啥这次奶粉却成功呢？那么根据之前给出的反馈意见来看的话呢，海外投资委员会对于之前的多起收购给出的拒绝理由是呢，有关于澳洲的国家安全啊。那么电网是国家安全，矿山是国家安全，那为啥奶粉它就不是国家安全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啊，其实我们所熟知的澳洲的奶粉品牌包括了 A2， 包括了贝拉美，包括了 BUB 啊，绝大部分这样的奶粉品牌它本身并不拥有，注意，它并不拥有奶牛和农场啊。说白了，它就像是耐克和阿迪达斯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品牌公司、设计公司，或者说是配方研究公司，或者是产品包装公司，它本身并没有工厂，它本身并没有农场和奶牛，它所签订的是和农场的奶农们签订的奶牛和牛奶的收购协议、租赁协议，所以大家一定要区分开，不要以为我收购了贝拉美，感觉上我就收购了10000头奶牛，并不是这样。你收购的这个是品牌，是其专利技术，是其配方技术等等等等。那么这一些在这个澳洲的海外投资委员会看来，它的确也并非是国家的核心利益啊。你说这个品牌设计配方、奶粉设计配方，多一点钙片，少一点维生素，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呢，这次蒙牛收购的这个价格是非常之高，按去年赚钱的利润来看，如果不排除中国的市场以外，贝拉美需要赚30年的钱，这桩生意才能回本。当然可能蒙牛把它收购之后能够整合品牌，把贝拉美在国内市场重新打开，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单纯就财务计算来看，这一桩买卖看似是非常的贵。那么再来看一下澳洲其他方面，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五呢，除了这个蒙牛的事情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另外一个重要的新闻就是澳洲的失业率数据再次意外的创出了新低。准确的说，澳洲的失业就业人口是下降了1.9万人。朋友要问呢，可能这个6月份开始降息，到11月已经降了3次了，为什么失业率反而会下降呢？或者说说错了，失业率为啥会提高呢？简单的来说呢，我们这么来理解。是这个降息对于经济有没有帮助？有帮助。但它对于就业这个因素来看，它并非是立竿见影的。我们知道就业，所谓的就业，它的这个就业工作机会是从哪里来的？绝大部分是由公司增加了业务以后，人手不够才要增加的职位。那么大到跨国公司，小到一个餐馆或者是咖啡店，只有当它的业务或者说生意忙不过来的时候，它才需要增加人手。那么降息3次是不是会马上带来客户，马上带来利润，马上带来生意？这并非是直接的，也并非是立刻的。所以很多时候呢，除了央行的降息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也需要跟上。所谓财政政策，就是除了减税以外，要扩大投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呢，也能够尽快的帮助岗位增加和需求的恢复。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3次降息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帮助非常明显，但是对于就业市场来说，目前还没有直接的或者说是
立刻有效的帮助。未来澳大利亚毫无疑问的是还将会面临更大的问题，那届时呢，澳洲的央行将会联合政府一起出台更多的措施来帮助经济的恢复，来增加就业人口。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另外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11月24号，我们将会举办2019年年底大型投资峰会，时间和地点呢就是周日上午的11点半开始，到11点半开始进场，12点钟正式开始，到下午3点半左右结束。地点呢就是墨尔本东区的 Glen Waverley Novotel 酒店，欢迎您到时参加。您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链接报名，或者拨打电话8658-0602和8658-0603。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